台皮下土资料照，记者王毅松社，记者梁伟明台北报道。台湾啤酒新洋江下土 Watership 双喜临门，不但力挺台啤第六名强打 SBL 季后赛末班车，更继本月初荣膺第十一周最佳球员后，第二度获此殊荣，乐得下普笑开怀，有信心在季后赛协助新东家再创惊喜。台啤先前的洋将李恩、赫夫都无法融入球队体系，加上本土主力伤兵连连，第十五季多处垫底挣扎，所幸例行赛最后一周强拉尾盘二连胜，硬是挤下台湾银行挺进季后赛，其中夏普关键两仗小出场均18分、14。五篮板的双十佳绩，第十四周单周最佳实至名归，总计他本季迄今出赛八场，已帮台啤抢下五胜，场均22.8分、12篮板，禁区效率出色。31岁的夏普，身高206公分，曾在 NBA 2008-09球季出赛八场，之后辗转在菲律宾、中国等地发展，如今来台讨生活，展现认真心态与绝佳配合度，本月初 SBL 首度亮相，只打三场就获选单周最佳，如今锦上添花，俨然是台啤能否再创惊奇的禁区关键。季后赛31日下午5:00在桃园市立体育馆开打，一去由卫冕军达兴出战富邦，晚间7:00台啤挑战金九。